奈何众生啊，尚在如来见悲而不知，持经人啊，所持欲摄以一时法相应，众生应随方向而礼敬，当供养，秉承一念心意，虔敬热心，尊礼赞，来用心体会哦。佛陀啊，爱护众生啊，好亲像所有的众生都是伊一个囝，他对囝的疼惜爱拢是平等，所以对众生亲像老爸，常常甲囝拍伫肩胛头，卡只片人，用这份的爱呀、来疼惜众生，众生的一切，佛陀啊，就是不敢放弃，爱护众生，如伊的囝同款，奈何啊，奈何众生啊，尚在如来见悲而不知啊，佛陀如慈父，安尼甲咱拍，安尼甲咱爱，还希望咱会当大学，希望咱会当彼此记住，慧命成长，这是佛陀呢对待众生的心意。众生会了解无？无了解啦。不过呢，佛陀为一大事因缘，就是来人间，就是要开示，开示众生啊，咱人人本具佛性啊，希望众生啊，会当依照佛陀所说教法而修行，所以佛陀期待众生接受佛的教法，安尼入灵观呐，去体炼，体炼出了众生这种种烦恼，转烦恼啊，成菩提，按怎样来去体会众生啊？是安怎？有这个苦，众生是安怎无明啊？来集这些的烦恼啊，成为人间这六道做六道的业，受三道的苦报，这是安怎去入来？来，咱那无入灵观呐，难免那会知呢，所以才叫做转烦恼成智慧，咱必定呢爱入灵观中去，
所以佛陀所说的教法，期待咱人人会当持经，好好上上经啊，读经啊，咱也阁会当如法修行啊，这叫做持经的人。唔只是干那会晓读，会晓想啊，能够会当依教奉行，如说修行。这是佛陀所唔望咱做一代志，也咱都爱知呀，持经的人。所持向适宜一心法相应，真正会想要持经、会晓去说法的人，伊已经呢，就是伊一心心法已经相应啦，所以咱。众生啊，就是应随方向而礼敬，当供养。众生若看到持经的人，依照佛所说法啦，安尼持诵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成佛之道啦，菩提大道路的人嘛，伊的方向就是安尼，一定呢是佛所说的教法，这个方向伫咧行。咱若看到安尼，应该心嘛爱。起着尊重、礼敬、敬仰的心，咱若会当对持经人呐的尊重、法啊，都会当形成，都会当真普遍呐。你尊重。你愿意投入，安这人人呢，向着法啊，来听，来体会，来了解，咱自然啊，去学习持经的人，大家人共同一心嘛，来持诵。《法华经》行成佛之道，菩萨道路的尽头就是成佛的境界。大家人若会晓安尼啦，就是随着方向而经历，随意的这个方向，咱。对伊行，身体力行，一心一志，这都是叫做供养，用虔诚的心啊。安尼呢，秉行一念，秉持着咱一念的心意，那么心意啊，虔敬。真虔诚来敬仰啊！安尼呢，心，咱个家己的心拢顾好好，心经深啦，对这讲经的人，咱对伊相信不疑，心经深，自然对伊学，
安尼立心嘛是全心尊重、礼赞、赞叹呐、敬礼啊，对这个持经的人，因为咱正念呐，就是讲起一念恶心，非自持经的人，起码都要甲大家人讲，咱来起一念嘛，虔诚的心来成就持经的人，不只是成就，爱个护持，不只是护持，咱爱个身体力行，安尼呢？佛法啊，都会当应行在人间呐、啊，净化人心，社会啊，天下才会当平安祥和啊。佛法在人间呐、啊，就是期待众生呢，会当。降我最开始众生会当降我进入佛法中，依教奉行，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！啊，成佛是真无简单呐、啊，学佛呢，修行。更是真困难。啊，有法度合佛啊无？绝对是有啊！这是教育，佛陀的教育啊，伊会当予咱身体力行去行，咱会当行的路，就是会当修行。啊，既然会当行的路呢，路行会到啊未？爱看咱有专心行也无，有耐心向前前进也无。咱若有心有愿，咱向前前进呐、啊，有路都有。到位的地方，咱的目标就是佛陀依佛平行到达了以觉悟成佛的境界。这些佛陀啊，常常安尼甲咱教育，佛的本性经内底。嘛是定定都有伊生活的过程，学佛的路真长，生生世世行过来的路，所以伫玄元劫啦，真长久以前，有一尊佛啦。那就是佛萨佛，也有另外经典叫做雷音王佛吼、哦。反正呢，都、就是在真长久的玄元劫前，有阿弥陀佛出世，有佛出世呀、啊，自然呐、啊，都有菩萨，有修行者。声闻罗汉，跟随着佛呢修行啊，迄、那个中间尊佛啊，佛萨佛，一看这团法呢受记啦，未来会当成佛。到底是多
一位菩萨修行者会当煎熬成佛呢？他伫咧观察啦，有选择了两位菩萨，这两位菩萨呢，嘛都爱有先有后啊，煎熬。到底是什么人？再搁再好好来观察。这位是释迦菩萨，这位呢是弥勒菩萨啦。那释迦菩萨呢，伊的悲心真执着，时时呀。都是真用功，但是伊的心啊，都是陷在苦难众生中。伊体会，伊了解，了解呢人间疾苦，众生啊，苦难不堪啊。所以，伊虽然伫咧修行。但是呢，心都是牵挂的众生的苦难，所以伊对这个观，就是讲静心的观行呐，或者是回观呐，那有较弱一丝啦。但是呢，悲心充足，这菩萨佛啊，就安尼想，哦，这多的众生啊，已经受释迦菩萨的感化，这多众生啊，已经呢发啦。拢已经入心啦，伊成就了众生真多啊，缘具足啦。虽然也阁有慧观的力量，也阁是较薄弱一丝啦。毋过呢，要成就一个人完成。伊的道业成就，安尼较简单呐、啊。要成就一切众生缘呐，发入心嘛、啊，哦，这都真无简单。所以佛萨佛啊，决定释迦牟尼佛超前。会当成佛，但是呢，爱搁再历练呐。佛萨佛呢，伊就是决定了这个意啦。所以呢，伊就去到迄位释迦菩萨，哦，伫咧采药啊，雪山的所在，伫咧采药。因为众生啊，多病苦啊，释迦菩萨呢，通达有力，要拨除众生的病苦，所以呢，伊伫雪山常常都去伫咧找药啊，去采药啦，以备呢，会当。救度病苦众生，所以佛萨佛啊，伊呢就来到这个所在，那伊找一个洞啦，山洞里，伫迄个所在静坐，全身呐、啊、发出了大光明。这位采药的释迦菩萨，
忽然间啊，看到这个光明啊，照耀十方啊，伊就吹着这个光，安尼呢，吹光而来啦，看到佛萨佛呢，伊的神光啦，所以伫迄个所在呢，伊心生欢喜啦，就在当挂礼佛啦，拜佛啦，起着真恭敬的心，不由自己啦，心带欢喜。从来唔捌过遐尼大的欢喜呀！伊安尼礼拜了后呢，一念心，一只脚徛着，一只脚呢就举悬起来，双手合掌啊！安尼呢，一心一志，就是啊。恭敬，只敢一个恭敬的心，安尼呢，真哩真虔诚啊！七眉七日，心意呢无当过去，就是敢那恭敬的心啊！这个恭敬心呢，就是念想出来。天上天下无如佛啊，十方世界亦无比。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这赞佛机啦，就是从迄个时阵开始，咱即马定定伫咧念诵赞佛机，其实。赞佛机的由来故事呢，就是采自的这个时阵，那就是啊，释迦菩萨迄份见到佛啊，发心欢喜，虔诚呢，安尼定力啊，无疑念，敢那一心一念啦、啊。赞叹佛，天上天下无二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。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这安尼，干那一念，就是一句偈啦。虔诚七眉七日。一只脚徛着，安尼双手合掌，七眉七日，咱做会到无？释迦菩萨做到啦，一份的定力啊，一份的心，干那一念嘛，无有第二个念头。第七枚七日啦，这定观、慧观呐，拢记住啦。加上了伊的悲行，所以悲地呢已经合会起来啦，成就了迄当阵的释迦菩萨啦。超越了弥勒菩萨究竟，安尼呢？提前成佛啦！各位，学佛啊，就是需要爱坚定信心啦。一平时呢，爱培养着以众生同体大悲。不忍众生受苦难，众生的苦啊，是佛呢所牵挂伊的心，
所牵挂都是众生啊，放不下都是众生啊。所以奈何众生都唔知咧，佛陀伊用金甲头带着众生啊，尽管咱一定咧受佛陀所呵护，在金背里，咱拢唔知，咱一个在是安尼咧。烦恼万心呐、啊，这众生的无明啊，那无明念一动，都影响着一粒修行者的心，真的对法啊，法无法度通生传落去。就是因为安尼啦，多数的众生啊，未当通去成就，还是同款烦恼万心嘛，就是一直都是烦恼，所以无明烦恼众生多啦，修行者呢？要坚定信心道业啦，无做真少啦，因为呢修行困难啦，时间爱长久啦，看看佛萨佛啦的时代，嘛有真多菩萨啦，发心的人嘛无少啊。就是在这么多发心的人呢，伊会当选择出来有两个人，那么这两个人呢，又都爱搁在经过磨练呐，弥勒菩萨呢，慧观定力有够，就是呢，众生缘无够啊，释迦菩萨呢。众生缘拢记着啦，定观、慧观较弱，所以伊都安尼专心来成就一个人。想想看，修行者呢，要成就无简单，除了菩萨，也个声闻缘觉。其中要出一位，你看成就呢？释迦佛虽然安尼比佛萨佛的时代完成了伊超越究竟，这究竟的时间是偌长呢？大家人拢知影，人寿从十岁开始。一百年加一岁，一直加啊，加到八万四千岁，再从八万四千岁，百年减一岁，百年再减一岁，减到人寿呢十岁，安尼一增一减啊，叫做一消减啦。二十个小劫吧，这是一个中劫；四个中劫呢，这是一个大劫吧。时间就是遐尼长啊，这个九劫的时间，不管是九小劫，或者是九中劫，或者是九大劫啦。虽然经典无讲真明啊，不过呢，原来讲九小劫啦，吼、哦、嘛是正长的时间。这段时间无停歇啦，生生世世都、就是在人间度众生啊，
何况咱也过会记得化成如品嘛，大通智性佛的顶点杰，十六王子的时代，安尼呢？感化华经啊，所结缘的人种，你看偌年久呢？所以讲要成就一位修行者，可以这个法入心嘛，传法在人间呐、啊，真正是无简单。所以咱应该呢，爱真用心呐、啊，用出了呢，传法在人间，咱爱人人互相勉励啦，互相尊重啊，咱支持持经人呐、啊。家己呢，也向持经人恭敬，不只是恭敬，咱也爱对伊呢，同时呢，安尼来相持这部经，安尼咱慢慢修行，嘛未用得慢呐，爱积极修行呢，那未来咱也是会成佛吼，所以。正面的文啊，安尼讲，玉王啊，既有徒相《法华经》者，当知世人以佛庄严而住庄严，即为如来见所何等嘛？还怎样？有安尼伫咧上经、上《法华经》啊，《持法华经》如说修行的人，真诶，就是有修行啊，或者是安尼修行是庄严诶啦。所以，以佛庄严，以诸庄严啦，咱爱知影，咱。会当安尼，以佛庄严，以诸庄严，安尼呢，是佛陀甲咱加庇呢，佛陀甲咱守护着啊，保护的咱呢，安尼，慧命不断来成长起来，就亲像祝福啦，伫咧保护伊个囝，这。爱着伊个囝，过迄个艰难的地方，即亲像化成共款啊！导师呢，要来向导，遮个人会当经过险路，共款的道理啦。但爱真用心，用感恩心呐、啊。生活的教育，哎，发心行菩萨道啦。那一旦安尼坚定咱的心志，那就是依佛庄严，依诸庄严，是佛呢更加头啦，所何担啦？是导师来引导咱要行过这个险难恶道。一地风气，所以咱必定呢，爱用恭敬尊重的心来下面呐、啊，搁再讲吼，其所之方啊，应随向力，一心合掌啊，恭敬恭用尊重赞叹。
都在讲佛萨佛啊，要成就释迦菩萨，伊放光，引导伊向着这条光明的方向啊，吹着佛啊，见着佛起恭敬心，甲安尼同款呐，因为这部经啊。是如来的转身啊，所以咱应该己所志向呢，应随向力吼，就有经的地方啦，咱应该呢，哎，向着迄个方向去经历吼，那这就是伫咧勉励咱呐，勉励咱呢。对，读经或者是持经的人，咱爱欢喜。读经读了后啦，咱爱有心得，咱爱起欢喜心，咱爱开始呢说法。经典安怎读？咱安怎了解？咱爱赶紧呢说法，给大家人听。让大家人了解啊，这安尼的人呐、啊，是人树立的菩提果。那亲像安尼的人，你愿意听，愿意学，愿意呢身体力行，安尼呢自然真紧呐，伊就会当得到菩提啦。这个道都入心啦，常常讲听经，啊，你爱搁复讲啊，爱去听了后，爱搁读，所以即嘛真济人拢伫咧读经会啊，听了后，因都爱搁读过啊，大家人来共同讲心得啊。安尼呢，有心得啦，这物件就是咱所得的，得者得呀。咱都要开始用功啊，搁再甲别人分享，愈甲别人分享呢，这个法啦，愈深刻入心。这所以讲，是人是己得菩提。因为伊不断不断伫咧复讲啊，不断不断伫咧读诵，读诵复讲心得，这个心得啦，都刻入心内吼。所以呢，这咱都爱赞叹、颇受赞礼吼，赞叹、恭敬吼，那。必定呢，人天共用，这个人呢，一定是人天所共用，因为伊的心嘛，心，伊天人呐、啊，已经接近呐、啊，所以定来讲天良天良啊，哎呀，你真天良啊，有天性，咱。以生俱来啦，的良知啊，良知是啥物呢？就是真如觉性啦。所以咱一直上读诵啦，那一直讲说啦，自然呢，它就愈接近菩提道啦。所以这呢，就是慢慢呢，以天动体吼。佛陀的降悟啦，以天体合一啦，这就是慢慢会安尼接近啦，合身心宽阔呢，那么包容天下，那愈来愈接近咯吼。己所志向啦，就是持经的人所到的地方啦，这个人。有所趋向，伊个心所趋向呢，
完全啊，就是以实相相应。伊所做诶、所讲诶，拢是一道会合诶道理。理化为事啊，常常讲，咱合佛爱合伫生活中，就是人事物啊，咱一定呢爱合在咱的生活中啊，所以咱的生活所趋向呢，无不都是依法会合，所以不管做虾米代志，拢总是依法会合，就是合情合法合理吼，这呢就是实相啊相应吼，个己所指方伊个方向，伊个心个方向呐，无不都是甲这部经啊汇合在一起吼，所以应随向内，一心合掌啊，随着伊个心行为呐。咱对着伊安尼去做，去赞叹，这呢绝对是无唔对的。一心合掌，吼，就是表示心的恭敬，应随向内，是咱的心随着道理啦，在人事物中的迄个方向，拢是正确、合情合理啦，咱都是向着佛的全心呢，安尼的敬礼。爱有这款的虔诚恭敬的心，这就是正法处世啦。但是咱那些无愿意，就亲像前面所讲的呢，非主这呢，那正法呢处世难呐。怎样凡夫众多啊，发心修行者呢，但微笑啊，所以有人发心，这种的无明众生者呢，最起心动念呢，真正被如法修行是真困难，所以咱必定呢。学佛者应该呢，爱应随向内，一心合掌，好咱呢正法化难而不难，所以修持文化真困难，但是呢，真困难中，伊愿意去修持，愿意去听经。愿意去佛讲，愿意去身体力行，这是难能可贵呀、啊。因为现在正法处世难，有安尼的人，愿意呢持经闻法啦，佛讲身体力行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所以众生呢。应随方向之内，真正咱爱去尊重这种法在人间，随着这个法的方向啦，咱应该爱护法，咱应该随这个法的道路、菩提道路，安尼呢，身体力行去，也都爱
一心不乱呐、啊，啊呢，合掌啊，合十字吼，就是安尼，镜头啊拢爱合挂来，表示呢，这个杂乱心归一虔诚的心，安尼来表态呢，迄、那个敬意吼，无有杂乱心呐、啊。归于一虔诚的心念，这个敬意，所以恭敬、敬仰、尊重、赞叹，那就是爱恭谦地敬、谨慎的这个至诚恭仰呐，也个都爱尊重文辞、读诵。如法修行的人，吼，这是真贵重。咱对安尼的人呢，爱真恭敬，爱真谦卑，吼，唔免真自大，吼。那咱爱对人爱真尊敬呐，吼。那尤其是爱真谨慎呐，正法要在人间呢，咱一定爱足谨慎的呀。唔通讲哦，听到风吹草动呢，咱就起心动念，啊、哦，千万不可啊！咱来真谨慎哦，咱爱立志真诚意来供养啊，咱必定呢爱真尊重吼，这听闻经典的人，搁再要修持读诵。讲说如法修行的人，咱一定呢，爱对阿弥的人真贵重呢，来给尊重啊，这爱赞叹，阿弥呢，伊才有法度呢，搁才较有信心，才会当对佛法呢，这不断呢去推行弘法吼，所以咱爱。敬重弘法者啦，啊，人人都可成为弘法人吼，人人都会当得受尊重，所以那这就是亲像一条菩提道，行到的路呢，向前前进，咱恭敬前面的人，后面的人恭敬咱呐，源源不断呐，安尼呢？向前前进，吼、哦，这条的道路，啊、用爱铺路啦，用觉呢来这个团结啊，这呢就是咱扩大爱，有长情，在人间呢将佛法普遍呐、啊，这是真正天下之福，造福。人群下面再一段文讲：花香、樱绿、蜜香、稻香、芍香、钻戒、洞幡、玉壶、瓯砖、竹子、鸡鸭，吼，还用种种的方法啦。那这种种的功用。花香，咱常常伫咧讲啊，花香啊，是草木所生之各种具有香气，吼、哦，有香啦、啊，诶，这个气味，这呢，拢叫做花香，吼、哦。那不管是沉香、檀香，啊，这拢是木料，吼、哦，木质啦，或者是呢，花草啦。草所开的花有香的，嘛是叫做花香。所以呢，不管是木生或者是草生的，一切呢有香气的呢，拢总是叫做花香哦。
璎珞，璎珞呢是伫水底啊，或者是呢伫陆地啦，一切的宝物代表呢真侪种的宝器吼，这些珠宝等等啦吼，安尼该贯穿成串啦，这来庄严吼。啊，看是要做门帘，要做什么，通通呢，就是拢用宝物啊，安尼给串联起来，来装饰呢道场啦。那第三就是蜡香，就是沉炭细蜡的香，寺院呢，哈，逐天都伫咧用吼。那第四呢，稻香，那迄个香。香的水啊，或者是呢，香的草啊，安尼呢，摕来啊，来抹吼，那抹地抹这个庄严的道库顶顶啦，这呢，拢总是稻香吼，不管是水质或者是啊顶顶啦，有香的物件。第五呢，烧香，那咱古早拢是安尼伫咧烧香，即嘛咱尽量呢，就是讲，哎呀，唔好烧真侪香，会污染空气，好太侪了。那心香一炷，吼，一支香表达一心的恭敬都好啊，甚至呢，唔免有形的。就是内心的一炷香，吼，一支香啦，就咱的内心嘛，这也是会当吼。这是古早的，人人口少啦，吼，那就安尼讲，起码已经人口多了吼，那所用的物件呢太过多。所以咱就用心的虔诚啊，无一定都爱用遐尼多的物质吼，啊，这些物质拢会当唔免啦。这是咱现在呢，咱用心的虔诚，地量呢，斋戒吼，那这斋戒就是布料啦，顶顶呢，伊会当啊，热热啦，或者是呢，热热。菩萨顶顶啦，这斋戒吼，那搁在呢第七啦，就是动幻啦，动幻呢也当伫空中飘摇啊，那伫空中飘摇呢，那就是有当时阵啦，伫咧讲经啦，或者是伫咧做啥物代志。啊，这个真多的物件哦，不管是鸟啊、蚊啊、蝴蝶啦、鸟翅等等啦，动翻呢，底下叮当啊，随风飘动啦、啊，自然呢，这些物件呢都枯枝掉去吼、哦，所以有动翻啦、啊。第八呢，就是衣服；第九呢，那就是袄砖啦，是清净种种的美善吼。清净的美善呢，那就是蔬菜、水果、等等五谷杂粮，这是清净的美善吼。啊，第十呢，
这是机乐吼，那用这音乐啊，或者是呢用肢体的吼，是像咱即马，定定看到啊，路金章啦，演绎啦，现在呢有迄个旋律吼，一个呢啊经文啦。用这个旋律给编串起来呢，佮加上了迄个肢体语言来表达呢，肢体语言表达出了这个经文的意义吼、哦啊，这就是用安尼种种虔诚供养。心用最好的呢来庄严道场啊，啊听经啊，听经读经啊，搁用心啊，把这个经法入心来，那也搁会当传承给别人，别人会当传承呢，那搁在呢会当向伊解说这。啊，咱一个都爱恭敬尊重，有《法华经》所在的地方呢，就是佛的专心所在，所以咱爱时时用恭敬的心，心在法中啊，法在生活中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啊。